我们有机会展现并表达华人的力量和声音。参加选举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。只有参加选举，才能让我们的领导者听取并支持华人的中小企业和教育。请在11月6号去投票。请参加投票，并且行使我们的权利。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，请去投票。